在社交平台坐拥接近20,000名粉丝的 KOL 雪莉，近日网上流传一条他赤裸上身被捉奸在床的片段，引起网民热烈讨论。该片段是由片中男主角的篮球员正印女友所拍摄，他在片中表示一回到屋企就发现地上有一个女性的内衣。片中的男主角随即在社交平台为雪莉解话，怒斥正印其实已经是前度。雪莉及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片中人是自己，但反驳话自己才是现任女朋友，否认自己是小三，还说一个现任女朋友上男朋友家睡在床上有什么问题。